我当收到爆料的时候，爆料者告诉我说，张颖和汪小菲要了550万的封口费，550万啊，550万能干嘛？能干嘛？我先大家来看一下，来，我这边已经有一个暗示了啊。张颖说了，我准备给妈妈买一套房子和一辆车，汪小菲马上说买，那。然后你就说我自己的我自己买啊，上面就 po 了一个画面啊，后来结果那个我们的小飞就说行，对，这个说两套房打通就在我房子旁边，对，后来汪小飞就说买，老公给买，孝顺我丈母娘，都还没结婚就丈母娘哦，你那个时候的丈母娘是谁啊？是 S 妈呀！结果张颖怎么讲？我明天和他去看哦，去吧。后面他马上急着说啦，拍照片给我看看，房子的啊。结果哎，就有一张房子。后来汪小菲嫌什么？窗户太小啦。后来结果呢？张颖也认同哦，对，还没到。对，后来结果汪小菲说什么？开始调情啦。想老公吗？对啊，后来张颖在就很淘气的跟他说：“不想，我随便让姐姐看看房子，如果她说房子行，我就拿你的卡把贷款还了。”结果，汪小菲没有先说行不行，他说：“那还不想啊，宝宝想怎样就怎样。”哇哦，这甜蜜指数也太高了吧！真的太高了，我的妈呀！结果他刚刚不是有讲说要拿他的卡去干嘛吗？这张就是汪小菲的信用卡，当时就是拿了这张去把贷款给缴了，这就是证据。紧接着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事情呢，就是结束之后，汪小菲有乖乖的吗？这时候就在11人的公开群组里面开始对骂，骂了什么呢？我们来回顾一下。张颖，说实话，别跟我说借口，你麻痹，这个就888了哈，还在找借口是吧？哎，结果汪小菲砸了们两一起之后，我从没和任何女人联系过，所以汪小菲，你在还没有跟张颖联络的时候，还没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跟其他女孩子也有联络啊，你别忘了你的身边有大 S 啊，你还是个有妻之夫啊。行，后来从今年不回来，我去珠海找你，你，我告诉你，好，那个张颖颖啊，有点激动，我告诉你，汪小菲，他是直接三个字直接称了汪小菲啊，你麻痹，你去珠海找我。后来结果汪小菲讲什么？我当着所有爱我的希望，我好的朋友，我这辈子以后再也不和任何不认识的女人联系了。那表示汪小菲承认他有和其他的女孩子联系咯，这女孩子的联系是不是我曾经说过的那几个女孩子呢？大家可以去猜猜看看。继续了啊，咱们的张颖颖，你中间没什么，我跟你在一起之后，888，伤身体，伤什么身体？大家去想，伤心、失望，我不懂，我图什么？结果呢，汪小菲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那是打高尔夫的两女一起打，吃了个饭，就承认了嘛。高尔夫的时候就是有女孩子嘛，我就问大家了，你们会跟人家华为机在通话的时候，在讲话手打的时候边打边截图吗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每一张只要满屏的时候就会截图，而且截图的时候刚好下面都有时间，为什么呢？难道这是预谋吗？难道他早有准备？难道他要对汪小菲干嘛吗？大家去猜猜。那过去呢，我们是不是也有听过一个人物，谁呢？小雨。小雨是谁呢？
之前有一些对话，就是张颖说你给别的女人汇八万块是吧，结果这件事情让张颖知道汪小菲紧张啦，他当然就一开始先否认啦，说这个八万块不是啊，这个八万你千万不要，那个是给人家买美容卡用的啊。结果呢这个东西就出来了，没想到这个收到钱的小雨说什么，行什么会，八万块是转给我纯友情来往啊。因为那个时候汪小菲便说这八万块是办了一张美容卡给某位人，好，某位人，那那位人呢有没有收到呢我们就不得而知。但是很奇怪的事情，拿到八万块开美容店的小雨竟然讲了这些话，八万块是给我转了纯友情往来，到底是怎样的友情可以这么好，八万块不是小数目啊。他是谁，他就是小雨，看起来也是年轻貌美的，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，来大家看一下这一张，就是所谓的八万块的汇款通知。好，汇款通知这边有，好，无叉叉，好，无叉叉，汪小菲，这就是证据，八万块的证据在这地方。那至于大家很好奇小雨长什么样，对不对？到底有没有比我们张莹莹还漂亮呢？我跟你说，小雨没有水蛇腰，但是小雨的身材很火辣，非常非常会打扮，非常非常会，很诱人啊。再来看这张特写，这个就是美容院老板娘，也就是汪小菲所办的一张八万块的美容卡的小雨，当时就是他收走的。再来，最近微博上面也一直在外传说汪小菲你还算个男人啊。那汪小菲算什么男人呢？其实我必须要告诉大家，在2017年的时候啊，我看到目睹的这一切，当时我拍到汪小菲啊从机场出来的时候跟一个陌生的老奶奶会面，我就问了老奶奶，老奶奶你刚刚遇到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？老奶奶就不知道。我说啊，不知道你怎么上他车，你不觉得很矛盾吗？结果我在想，你坐高铁那为什么你会上汪小菲的车？他说汪小菲，他说这个名字那么耳熟，我就说你刚刚在跟那个西装男讲话，那个是大 S 的老公你不知道吗？他就惊讶的哦，对，他从口袋掏出什么，掏出了这一张名片，上面就写的汪小菲。他就说哈，我坐上大 S 老公的车哦。后来他就说真的遇到好心人啊。所以汪小菲，我觉得你还是有救的。旺旺水神，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R588 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